我觉得大温白天呢，最能看到的那就是一些小松树。但是大家问问我们这里的生态环境呢，为什么会保护得如此完好？这一切都是要归功于我们香格里拉藏族中的传统文化理念和关爱大自然的自觉行为。因为人类文化的产生，人们对大自然呢有了一定的认识。青藏高原神奇这个自然环境呢，创造了我们的。